钱土匪是。不果不果，那是打打的债，这叫什么果？你说你这边我马上就是什么了？果的不钱。我也解除了，解除了。你看，这不讲，钱是升官，你不行，你三个年解职。哎，他这个，他那个伙伴现在还找到吗？解职了。去世了。我们请人。你去世了。那管理去世了。你去世了。那能满大爷家，哎呀，那弟弟他下个月解雇。哦哦，好好好好。上什么？上语文那是。上拼音。现在能鸟写字呢？不行。哦，不是能能要呗？能要。哦，也想买嘛，你个五万哎，也要会退的。也就没有吧，等到这次了，这鸟他们招，别了招都行。我阿妹到底还蛮多，有个打灯的老婆，但嘛我和我老婆都是不按招的，都是那种，对的张对，对的那种，都是那种，别人都中国人呢，中国人都是那种，哦，那种中老单单都是，然后他们这。这都是我的老人，所以我在这里进奥本山，所以这样我送老人。现在现在现在没年纪嘛，现在。现在。嗯。没。我什么？我什么？嗯。啊，现在等过关上山的是什么？那他是什么锤子他接不起来？啊？他是什么锤子他接不起来？楼层接什么锤？哪个锤子啊？好像叫不出的名字，那个村，但是磕那个地方都晓得。晓得，你晓得什么村吗？可能就是那里，就是。是农村的。农村，是农村。在农村嘛。哦。就农村村。嗯。咱们晓得那那村叫什么名字？等到你带着他磕以后，那就是晓得那村，晓得那栋屋是他的，晓得那栋坟墓是他的，等就晓得。还有哪些伙伴？晓得这些。啊，对，他就晓得。那就知道知不知道他母亲是他有的来源了？啊，他知道吗？对，他知道。他就是在咱们已经干过来的时候，他晓得跟着。跟着他坐班车过来的。那现在他怎么吹服啊？啊，还是还没去。他现在还是还没。现在还没回来呀？你还没。这妈妈的心情看不到吗？妈妈，妈妈看不惯。反正他现在的前途，那是了。不能。他实际就是他妈的父亲了吧？他妈的。对。所以他几十万，属于十万个。嗯。啊，这还是不能算历史旧账啊，应该像这里。这回你满意了？不像那个吴晓，啊，吴晓又跑又去打他那个什么女婿，啊，下头打坏女婿，坏女婿。像那些像这些什么，对他印象比较深刻，记得。那是。他也是记得，印象蛮深刻的东西。他现在跟他那个同伴有些事情，像三个开玩笑的事情都记得清楚了，印象比较深的。啊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什么？他那个以前的儿子呢？啊，哎，大姑娘没娘老婆呢？大姑娘？哎，娘了。娘了，现在弄没弄完了？是吗？嗯，还有。这两天的这么养家吧，应该弄哪个的？弄个养家的。嗯。啊，所以大姑娘带的多重啊？都没年纪嘛，现在。真耐吗？那里有年纪，哎呀。嗯，对。一百八还能老吗？那对嘞，毛姐，不能老嘞。嗯，有费机关跟养老机关协议。死根。他现在很重要。压在那老嘛，压在那老，那后就是他的债。死根。死根。啊，那个干嘛？死议。他现在是个很舅舅的了，我现在是舅舅，嗯，过去都是他的债，比他的爸爸年纪还大。这现在没比那个老了啊。老爸他那个东西并不是讲什么东西都记得，那是当不成。哦，他那个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就是他妈的，到东北，到东北，到弄点啥，对吧？下次来，我们带他到那边去。门路手机很大，节假了啊，放学啊，我们就可以过来。那个了，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哪边车子了。但是我这可能还要信息，我那时候我可能拿得过来。好。到时候就投到我们五个组织还有我们一起。到楼去吧，带着新的新家，带着楼去去看看。好。还对上那些。先楼去那边吧。可以。就这个星期天安排了是吧？天气湿了呢啊。好。
遵循三。也行，你们行，我要到遵循三。我来看到的。相信也还是宣传上。听着，那个时间比较天气比较好，是吧？大家有点心情。对对。他才有心情。对对。在不能过岗，随便哪个日子都不行。他，我记得他好像他今天的心情还好点。对，可以。有，那是中央台的那一首，好像他还没有这样这样强势。在中央台就没有人访问了，基本在中央台也有，有还有，然后就是说有，中央几台，下这边不值了。哎，你那么辛苦啊你呀，我各位，来要安排。但是妈妈现在我们有安分大事。哦，来要安。我大学班老放了没？啊，是什么时候在自己？那年的时候。大三年的时候在养，所以大人就来要拜年拜。还是两三岁的时候就想到，跟他母亲讲，就讲他前辈时的名字，名字他现在。现在来讲是应该是他的外公呢。那是几岁的时候给他母亲？三岁。三岁时候给他讲一个母亲，他叫杨家那个兄弟。哦。那得叫他母亲，就是老子是他父亲的名字了。那是晓得，但是在这回事他就带他到龙城去了。他带一个孩子十岁是？一孩子十四岁。哦。他母亲就还是。哦。还是。带他去了。带他。